8月18日，某晚会现场，杨幂、倪妮、Angelababy 同框比美。观看表演时，三个人同坐，有说有笑。倪妮还拿出薄荷糖与 Baby 分享。杨幂看到后，也伸手求发糖。看到这样有爱的一幕，网友纷纷调侃：倪妮大型发糖现场，杨幂的动作太可爱了。哈哈哈 ，Baby 和大幂幂倪妮都是好朋友呢。从精灵十三钗中走出的倪妮本领越来越强，戏中一派欲抱琵琶送秦淮的婀娜腔调深入人心，给大众留下身着旗袍、勾起红唇的熟女范儿的印象。而戏外媚眼如丝的她，有一种接地气的特质，说起话来却相当快言快语，给人感觉是一个带有男孩子气的邻家学妹。